好，一针改错呢，咱们已经把后边主要的方子啊，重要的这些方剂使用心得已经基本上讲差不多了啊，还剩几个。但是今天呢，我还是想呢，把一针改错一开头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一开始我们之所以没有讲这一部分内容，是因为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内容啊，对临床的指导价值不大。但是呢，我们要想了解王清任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一块讲一讲。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讲第一篇，那个把这个第一篇的文字呢给打到屏幕上。好，我们先讲这个一针改错上卷啊，脏腑继续。这个整个这一篇它是纠正古人错误的啊，是想把古人讲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点出来，然后把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呢写出来啊。这是王清任42年的啊一个成就，人家就写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回忆一下很有好处，对我们认识医学的发展以及现阶段中医应该怎么走啊有现实意义。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王清任在这一篇怎么讲啊。王清任说，既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啊。古人老讲这个啊，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啊。王清任呢这开篇就是这么讲说，以良医易而良相难。这个一般都认为说作为一个良医容易一些，当个良相呢就比较难。但是王清任不认同，他说愚曰不然啊，说治国良相代代皆有，说良相啊每一代都有啊，著书良医啊说无一全人。他就说你历代要找这个良相的话，你可以找来一大堆，但是说要找一个著书的良医说无一全人，我这个话可以说是相当啊严厉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说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么所以无全人者，是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就是都是在这么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写的医书啊，以及创新的，说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说疾病的根本呢就先错了啊。他这个本指的就是脏腑啊。那么病本既失，纵有绣虎雕龙之笔，彩云补月之能啊，病轻于脏腑，绝不相符。也就是说不管你说的多好写的多好啊，你分析的病情和脏腑的关系都是和真实脏腑的关系是不相符的啊。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也就是说从我们中医啊《黄帝内经》开始里边就有错的啊。那么《黄帝内经》风味经典里边就有错，那后世医家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有很多错误啊。所以说他说做良医啊比良相难啊。好，往后夫啊，夜医诊病就是从事啊医疗啊，当先明脏腑，常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就是脏腑的图啊，立言处处处自相矛盾。他就说古人在讲脏腑的时候啊，很多讲的自相矛盾。下边就是他一个一个批古人哪儿有矛盾啊。他说如古人论脾胃，说脾属土，土呢是主静而不易动，
啊，这是古人的讲的，那么是指的是哪儿？《脾胃论》里边的啊，说脾动则不安。那么既云脾胃啊，脾动不安，安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啊，动则磨胃化食，就是帮助胃呢来进行消化啊。它这是讲的是这个《素问》里边的啊，说脾不动则食不化，也就是脾胃配合啊才能够消化。论脾之动静，其错误如是，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些都没讲对啊。那么再说他论肺，说其论肺虚如风潮，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24孔，行列分布，以行脏腑，诸脏之气，啊，论肺之孔窍，其错误如是。这一块就讲说古人讲肺也讲错了，其实古人这一块讲对了，啊，王庆瑞批错了，啊，说这个24孔，人家是这个行列分布，他认为是这个，说这个肺，你说的是下边是不透气的。你又说他又有24个孔还在那排着，啊，实际上是那边不透气，这边是孔排的是有序的啊。但是古人这一段应该说还是对的啊，但是王庆任认为他是错的，因为王庆任后边改就改错了。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一块就知道他那改错了。再往后，好，其论肾有两尾，即腰子，两肾为肾。中间动气为命门，这个是啊，这个在古代医书里边有肾间动气啊，把这个叫命门。既云中间动气为命门，何得又云左肾为肾，右肾命门？两肾一体，如何两立其名，有何凭据啊？若以中间动气为命门，藏动气者又何物也？其论肾错误如是。这一段就是批古人啊，在讲这个肾的时候啊，他这个一会儿说是两个肾中间是命门，一会儿又左肾右命门啊。张永乐这个里边和这个医贯里边都这么讲啊，他就说这些东西讲的都乱七八糟的啊，不知道谁讲的是对。那么再说这个论肝，说左右有两经即血管，从两胁肋起，上贯头目，下游少腹环绕阴气，至足大指而止。既云肝左右有两经，何得又云肝聚于左啊，左胁属肝啊，论肝分左右，其错误又如是啊。我们一般说是这个左边是肝，实际上古人有好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啊，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够理解。他说的左边是肝的功能，这有很多地方是这么解释，是说肝有了病了表现在左边啊，所以说他的这个体在这边用在这边，这个好多解释也确实是比较乱啊。这个人们呢，那只是一种解释，到底对不对啊？实际上里边因为大家都不统一嘛，连王庆任都在批这个啊，说其论心为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说意藏于心，意是心之机，意之所专啊，曰志。其实有关意志啊，还有志之变动为思啊，以思谋远曰虑，用虑触物曰志。那么这个是在《黄帝内经》里边啊讲的非常细的，这一段讲的也是没有毛病的啊，但是。说五脏皆藏于心，五者皆藏于心，他后边就有批了，说既藏于心，何得又云脾藏意啊？脾藏意志，再往后翻，肾主技巧，肝主努力，胆主决断，据所论，处处皆有灵机，旧经未说明生灵机者为何物，藏灵机者
和所啊，若用灵机，当然它指的就是人的精神啊，外有和神情，其论心如此含混。这前面又说古人讲那个心，一会儿说啊，前面这个五脏又藏有五志，那个五种这个意识相关的，然后一会儿又说藏于心到底是啥啊，也是觉得古人讲的也挺乱啊。那么后边呢说起论脾胃，那论胃主腐树水果，又因脾动磨胃化食，就是脾胃配合啊，胃之上口明月奔门啊，饮食如胃，精气从贲门上输，啊，从贲门上输于脾肺，宣播于诸脉，辞断议论，无情无理。胃下口名曰幽门，即小肠之上口，其论小肠为受益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言饮食入小肠化粪，啊，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好，这一段呢是古人讲的啊，前面讲的这一块实际上也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清月这一块后边的他讲的有点不在理了啊。我们往下往后翻，分别清浊这儿，哎，把刚才这个上面露出一点来啊。好，那我们好，他说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好，往下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说肛门出是粪啊，归膀胱呢就是尿，说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这是古人没这么说啊，但是王清任是说古人是这么说的啊，说是从粪中渗出。那如果他就做了个假设，如果说是尿是从粪里边出来的，他应该是臭的，这也是他的逻辑啊。说常用童子小便啊，问及自饮小便之人，直言味咸，说尿是咸的，其气不臭。也就是说你古人讲的这个不对啊。然后说再者食以水合化为粪，就是饮食啊合化为粪，粪必稀糖作泻，在积压无小便则可。反正积压呢它就是全部都是尿，也是从肛门拉出来的啊。说在这个则可，在马牛有小便则不可。说水和食啊，这个不是合化为粪，何况乎人？说看小肠化食，水自阑门出一节，真是千古笑谈啊！这是他在笑古人，但是实际上这一段他又错了啊。为什么说一针改错，越改越错？啊，这个，因为他就错了这么多，所以说后人呢老批评他，但是呢一针改错后边的方子真的是很好用，就是因为有这么点错，很多人就不看一针改错了啊，不允许古人犯错误是不对的。王清月就是不允许前人犯错误，结果自己犯了错误。那如果我们作为后人不允许王清月犯错误，也可能我们就在犯错误啊，所以说时刻要提醒我们。然后再说其论心包络啊，细筋如丝啊，这也是确实是比较乱的啊。与心肺相连者，心包络也。又云心外黄纸是心包络，这不同一家讲的啊。又云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黄纸是心包络也。又云膻中有名无形者，乃心包络也。既云有名无形，何得又云手中指之经，乃是手厥阴心包经也啊？那岂不是你这个经络它没有归属了吗？是吧？这是批评的啊，这个理论的。论心包络，竟有如此虚多，竟如此如虚之多，竟然心包络是何物？何能有如虚之多呀？啊？其论三焦更为可笑。前面把心包络啊说了，说这个讲的也都不对啊。那么看三焦呢，确实也是这样啊。我们学在大学学这个教材的时候，学中医的时候，这一块也确实是一会儿三焦啊有名无形啊，一会儿是又有形，反正是啊这个议论呢也是各不相同。
那么我们看说这个其论三焦更为可笑，灵枢说手少阴三焦主乎上，注意这儿应该是这样的，手少阴和三焦啊说共同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这是谁在这读的，还专门这个啊做了标记，因为这一块呢应该这么断起来，它不是一个啊，如果是叫手足太阳三焦就错了，应该是手少阳三焦，那就没有这个了啊，那个叫手厥阴心包也没有三焦，所以说显然人家这是应该断开，而不是写错了啊。那么乙是两个三焦乙啊，难经三十一难论三焦，说上焦在胃之上，主内，主纳而不出，这个念纳啊。那么中焦在胃中脘，啊，主腑属水谷，下焦在脐下，主分利清浊。又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此论三焦是有形之物。又云两肾中间动气是三焦之本，此论三焦是无形之气。你看，一个是讲有形的三焦，一个就说三焦又是无形。啊，那么在难经一有形一无形，又是两个三焦啊。说王叔和所谓的有名无状之三焦，盖由此也，就是从这里边啊，这个原因是因为难经这里边有这个。那么治陈武则以脐下指膜为三焦啊，袁淳朴以人参着内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不知道这都讲的是啥啊？于天民指空腔子，就是那个胸膜腔、腹膜腔啊，说为三焦。金一龙呢，有前三焦。王清月读书还是蛮多的啊。这金一龙是谁？我都没听说过啊。但是王清月人家肯定读过他的书啊。又前三焦、后三焦之论，论三焦者不可以指屈，数都数不过来。有形无形，诸公尚无定准，何得云手无名？来往下，无名为三，哎不对啊，到哪儿啊？对，这个何得云手无名指之经是手上阳三焦经也。你看人家这儿这个讲的就是手上阳三，这又不对啊。这个手少手。这孩子真是搞错了啊！手少阳是啊，手上有三焦啊，对，手上三焦，对对对啊，手上三焦经也，其中有自相矛盾者，有后人议论。来，再往上翻啊，手君心包，手上有三焦，对，再往后再翻，好，再往下一点啊，后人啊义薄未当者啊，总之。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王清任虽然是改错了一部分东西，但是他改错的决心啊，并不是纯粹要挑古人的错，他的心在这儿，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找到真理的东西啊，然后往前进步。那么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啊，出现错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呢，要宽容他啊，不能够因为这个就说他一无是处。那么于这后边在讲啊，他前面发现的这些错误困惑他，实际上这应该是啥时候呢？应该是在王清任啊20岁左右的时候啊，有的前面这些困惑。那么他说于常有更正之心而无脏腑可见，看不见呢，因为我们古代是绝不允许随便解剖人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中国的解剖啊一直不是那么精细，不是那么好。那么我去西藏的时候，我看藏医那个解剖就很好啊，藏医发明那个手术器械呢很精致
当时我就看完这个以后，我就想这个藏医咋这个解剖这么好？后来我到西藏以后，我看他们那个天葬台，然后问他们这个说这个天葬师怎么样，这个人怎么天葬？不是把人抬在那儿就完了，他是要把它解剖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放在那儿啊进行天葬，让这个老鹰啊把它调走啊。那我就知道了，他天天干这个事儿，这些人解剖一定很精细，所以说他们发明的医疗器械、手术器械很精细的啊，比现在也不会差太多啊。说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就是自己啊心里边就说这个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啊，傻子啊，愚痴人在讲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啊，就是瞎子夜里边，瞎眼的人夜里边走路啊，其实瞎眼的人呢，盲人呢，白天夜间是一样的啊，不是因为夜间就更走不好了，白天也走不好。所以这个当然他是强调啊，就是说痴人说梦，盲人夜行啊，这就是反正是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不清楚更不清楚啊，就这么个意思。随结思趋化，我不知道这个趋化这个词是个啥意思啊，这个我没研究它啊，无如之何啊，就是我怎么考虑啊，可能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怎么考虑，怎么去把这个知识划分弄啥，我都搞不清楚啊，无如之何，不知道怎么办。十年之久啊，就是这件事儿困惑了他十多年，念不少忘，就始终没把这件事儿给忘掉。说至嘉庆二年，他是清朝的啊，丁巳于30岁，你看过了十年啊，那前面是20岁之前有的这些，那么等他30岁的时候，4月初啊上旬，由于滦州至道地震啊。这个其实笔触小儿正染瘟疫痢症，就是那个地方呢正好是小孩啊感染了瘟疫拉肚子啊，十死八九，就是10个就能死8-9个啊。无力之家，就是财力差的人家，多半有带席过埋，就把小孩弄那个席子，就是那个竹那个苇子编那个席子，卷一下就埋了。过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啊，就是代替棺材的啊，所以说叫代席。彼处相逢，更不深埋，也就是这些孩子死了，他埋的比较浅。为什么要埋浅点呢？让狗吃了，啊，就是为了让狗吃了，利于下胎不死。也就是利于他再转胎啊，就这么个意思。说故各异种中啊，破腹漏脏之儿约有100余，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啊看到了有100多具的尸体啊。那么于每日压马过其地，出未尝，但是骑马或者牵马过啊，未尝不掩鼻，可见那地方那个气味还是很难闻的啊，死尸的气味很难闻的。为啥呢？这是4月，天已经开始要暖和了啊。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有未尝亲见，也就是古人写的那些医书啊，他们都没有亲自去看看脏腑是啥样，虽不必污秽，每日清晨，你看他很执着啊，因为为了解决他心理上的疑问，复其一种，就群而之，漏脏者细视之，啊，仔细的去观察，全食之余大约有，好，往后翻，好，好。大约有肠胃的多，有心肝的少，就是这个动物，这个吃动物的时候，
一般不吃胃肠道啊，所以说他把心肝都吃了很少，那么他就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也就是十个人里边能把这个人的脏腑看全了的超不过三个人啊。连氏十日看了十天，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也就是看了三十个比较全点的啊，脏腑比较全的这个小孩。那么使之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古人脏腑全不相合啊，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就是古书里边画的那个脏腑的图和他看到的啊，他说全不相合啊，即见书多寡已不相符，为胸中啊，这前面就是指的他能看到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说胸中隔膜一片，指的是横膈啊，说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啊，即于看时，等他看到的时候皆已破坏，都已经破坏掉了，那个椅子是个错字啊，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不知道他到底在心的上面还是在心的下边啊，是邪是正啊，最为遗憾，这是他这个啊横膈这个没看到，遗憾的一件事儿，但是不死心呐，接着找，说至嘉庆四年六月，于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26岁，因风疾打死其夫与翁啊，可能就是把她丈夫、她爹或者是她公公啊给打死了，那么然后呢就给她。用这个寡刑啊，就是千刀万剐凌迟啊，根治习惯他就跟着走，他忽然想，哎呀，一比非男子，说这不是个男的，不忍近前，这还是比较封建的啊，就要看个尸体一想，哇，那是个女的，我不能去，他也没去。片刻过了一会儿，行刑者提起心与肝肺从面前经过，这个行刑的人呢提着心肝肺就从他这儿过，细看与前次所看图，指的是看那小孩子的啊，和这个一样，于后于在京时，他就是在北京啊，说嘉庆啊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也是给啊判这个凌迟的啊寡刑的，就是行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再往后啊，却得近前在哪，在啊，即至其处，随见脏腑隔膜一破，还是没看见啊，仍然没有看见这个横膈到底是啥。道光八年再往下翻，5月14日又一个啊，叫张格尔的一个犯人啊，也是啊用这个可能凌迟的这个啊这个处死的啊，即至其处不能近前，自私一愧未成，这就是功亏一篑，到根儿了也没看见啊，不能够终止，还是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想知道的啊这个想法一直没停，不意道光9年12月13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场胡同横宅啊，请于看病，请他去看病，因痰积隔膜一事留心40年。你看啊，就这一件事儿脑子里边琢磨了40年，一直要想知道啊，未能验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江宁布政司横进宫言宜曾啊，宜曾吧，还是宜曾镇守哈密，就是在新疆啊，镇守哈密，领兵于啊喀什格尔，应该就是喀什啊，所见朱绰逆尸最多，与隔膜一事知之最细，也就是说他知道的最详细，因为他们处死的人最多啊，余文
眼喜出望外，虽拜叩而问之。横弓见于苦中，细细说明形状。哇，这时候还是听说的啊，但是不管怎么着，是有人见了这么多啊，给他描述应该是没问题的。这王先生说呢，予以葬服一事访验42年啊，就为了把这事整明白啊，就弄了42年，方得的确就是才把它搞清楚，绘成全图，寓意意欲刊行于世，唯恐后人未见葬服，意于啊，就是意于顾盼经文，就是议论他呀，啊，故意要啊违背古人的这些描述，欲不刊行。如果说不去刊行的话，复虑后世业衣受祸，相言又不知几千百年。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印了吧，别人怕别人说我这个要改古人的东西，如果不写吧，又怕耽误后人千百年啊。所以说王清瑞还是一个在出这个书的时候也还是有顾虑的，但是呢一想还是义无反顾，最后是出了啊。细思皇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素之言，就是灵书素问啊，之言下问岐伯，这是一个名医，《黄帝内经》里边提到的鬼玉屈啊，这是两个名医，是皇帝的老师，应该说是啊。故名素问二公，指的就是这二公啊。如知之，的确就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话，可对君言；知之不确，尚许参考。实际上，他是在批评岐伯和鬼玉屈，说你要是知道嘛，你就给皇帝讲；你知的不确切呢，你就说有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疑惑后世啊？如果是你妄对了，你肯定就是疑惑后世了嘛啊！继而秦越人著《难经》啊，张士贤割裂河图洛书未之图著，为心肝肺以分两计。啊，就是这个分量轻重计啊，每件重几许，大小长以尺啊，以尺丈计之，每件长若干，胃大几许，容骨啊，这是这个啊，几斗几升，其言仿佛似真，好像是真的啊，其实脏腑未见，这个我觉得他也有点武断了，你咋知道人家没见呢？也可能见了。是吧？当然是，这是要批评他。他说：“以无凭之谈，没有依据，做欺人之事。”这个是把人家也批的是太厉害了。这已经涉及到品德的方面的了，实际上形成了这个人身攻击了啊！更后边看见，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说实，却属实祸啊！说人家是干了这个损人利己的事儿了啊！这个切财又为之盗啊，偷名其不为贼，也就是窃取财物啊，盗取名利啊，是指的是这个啊。说千百年后其无知者，也就是你老讲假的真，这个千百年以后一定有人发现你的啊。说这个其无知者，今于刻此图，他王清仁说我现在刻这个脏腑的图12幅，说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也不是想让后人知道我啊，也不必后人罪我，也不怕后人骂我。你看这种精神很值得啊，这个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是也不是，我做这件事儿不是为了让后人记住我知道我，也不怕后人呢
啊来批评我，所以说我们后世的人批评王兴日一连改错越改越错，其实他也就意识到了，还会有人啊怪罪他的。唯愿依林中人，往下，一见此图啊，胸中雪亮，这就是他的愿望啊，眼底光明，临政有所遵循，不至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其实你看，他的心和皇帝的心应该说是一样的，啊，就是为了，把老百姓的病能够治好，这是他的愿望。信仁人君子，见而量之，这就是整个，前段讲的他这个修改这个藏府图的啊，这么一个，一个过程啊，以及他心理上的啊一个历程。那么这个书呢，写这篇文章写在啥时候呢？是在北京啊知医堂，也就是王清人当时开的医馆，叫知医堂，啊。好，干脆我们接着把这个就讲完啊，这后边这一块呢是真正他的成就了，前面呢是他的这个一个历史。那么古人画的藏府图，他说这个肺啊，肺呢六叶，不，这个肺耳六翻叶，肺。肺呢是六叶，是六块啊，两耳总共是八叶，那么这他把这叫两耳，这是古人画的图啊。那皮呢画的是这样子的，往下，这是阑门、大肠、肛门啊，这是心包络啊，然后这是贲门、胃和幽门，这是心啊，这是古人画的啊。然后这是古人画的这个幽门、小肠和阑门，然后这是三焦，再往后膀胱啊是这么画，这是尿道口。那胆赋与肝啊，这是一个胆，那肝没画出来啊，说这是肾啊，两个肾，这是呢肝左三叶右四叶反七叶啊，这是古人认识到的。那么王清任亲自改的啊，说亲见改正藏府图啊，是二十五件啊，我刚才我还说错了啊，是二十五件呢。说与亲见藏府显隐之行，会于其后。后边咱们看王清任画的啊，他后边呢有一段文字，我就不讲，我看着图讲啊。那么这是王清任画的，你看左气门、右气门两管归中一管入心，由心左转出横行，接总管啊。大家看啊，他这是说这是左气门，这是右气门啊，然后呢合成一管，从心脏那过来，再从这儿再出来啊。他讲的是这个，那么心肠在气管之，心长在气管之下，非肺管之下，它这个叫肺管啊。中间这个，这是实际上这是我们现在叫的气管，也是这个古人叫的气管啊。但是呢，王清日把这个气管叫成啥呢？叫成肺管啊，他叫成是肺管。心与肺叶上棱齐啊，好，这是这个心和气管的关系。其实告诉大家，左气门、右气门都不是气门，实际上这是啥呢？是左颈动脉啊，右气门呢是右颈动脉啊。这是王清人为啥他把它当成气管了，当成气门了呢？他说这个地方呢，你吸进去，从这儿进来，然后经过心脏，然后这么出去的，
这是王庆任讲的啊，他是这么讲的，他实际上讲错了。他为什么把它当成气管？因为人一死，动脉一收缩，动脉里边是没有血的，他看到一个没有血的管子，他认为这里边走的是气，不是走的是血啊。你不能说王庆任他错的没有你这个离谱，他不离谱，因为他看到的就是那样。然后呢，他就去思考，用他的思维去驾驭他所见到的知识，他解错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啊谅解他，因为我们如果能用现代的知识驾驭啊西医的解剖的话，就像我们讲的维脉理论啊，那就又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了啊。好，这是那个讲这个心和左气门右气门。再看这个学府，我们说学府逐瘀汤啊是咋来的，因为它有一个学府的概念。我们说脉为学府，那是内经里边讲的，但是王庆任讲的学府是这儿啊，说隔膜以上，它指的是这个啊，说隔膜以上仅止于肺心左右气门，它就是指的是这个余无他物。说隔膜以上呢，除了有心肺和左右气门，就是指的这个动脉以外，其他的啥也没有。说其余皆隔膜以下物，人身隔膜是上下界物，就是说上和下的分界的这么个东西叫隔膜啊。那么上面是学府，他为啥把这叫学府？人一死以后啊，尤其是他见到的啊那个狗啊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把血管都扯坏了，因为静脉里边的血流出来以后，他能看到这里边都是血，所以说他把这个叫血府啊，这也是一个误解啊。他这讲隔膜以上满腔皆血啊。好，往下翻。好，再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是王庆任呢，他把这个叫肺管，实际上这是我们现在的气管啊，但是呢王庆任叫肺管啊。那么治肺分两叉啊，入肺两叶直贯到底，就是直接分到这个肺的这个周边啊，皆有解，就是一卷一卷的，其实呢他看不了那么细，因为所谓的有结啊，其实就是那个气管的那个环状软骨啊，他看到的是一卷一卷的啊，其实再往里他也没看到，是猜的啊。肺内所存，注意这儿，他否定肺是管呼吸的，就是他所见到的说肺内所存皆轻浮白沫，也就是他看到那个肺里边是没有气的，里边都是那个白沫子，说如豆腐沫，有形无体，两大叶大面向背，这点描述是对的啊。好，再往下一点啊，小面呢是向胸啊，上有四尖向胸，下一小片以向胸。那么整个这个描述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他因为见到了一个死肺里边的都是这种东西，他认为肺不是管呼吸的啊。那么再看这个肝胆，说肝四叶，胆附于肝，右边第二叶那是胆所附的部位。那么总体长于胃上，肝又长于总体之上，这个总体是个啥？在后边讲他那个你像阁下注意汤的时候他讲过啊，就是提到过总体，在讲病机的时候，这个总体是啥呢？实际上按他的所见应该是肝的连状韧带啊，或者是肝源韧带，应该是这个啊，因为这个是在连状韧带是在肝和胃之间的啊，把它们这个连起来的。那么大面向上，后连于脊，肝体坚实，非常胃膀胱可比，绝不藏血。这也他也是否定古人说肝藏血的啊，事实上肝真是藏血的，因为他看到的那个死肝都是硬的，对吧？他说这里边没血，就是一个黑紫的一个硬东西啊。好，我们再往下。对，这还有一个啊，他这个肺这儿说肺外皮是无透窍，就是不往外有口，以无行气之二十四孔。其实古人讲的这个二十四孔是肺里边
通向气管的那个更小一更细的气管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这是对的一个误解。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儿这个它这个解剖图，它是这画的是一个胃，然后呢这画的是这个总体啊，然后这画的是个筋门，这是个筋管，然后这是个幽门，这是折石，折石是指的是这一块。其实从它这个图上来看，总体上面是肝嘛，是吧，上面是肝啊，那么总体在这是连着肝和胃的，然后实际上肝的这个胆囊的开口啊是在这儿啊，它把这个胆总管和这个胰腺导管合起来的这个排到十二指肠，它把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啊也都划到胃里边去了啊，也都给划到胃里边去了，然后它所谓的这儿这一疙瘩肉叫折石，实际上这是幽门，幽门括约肌啊。那么这是他讲的啊，这个这里边呢他把这个地方叫筋门，他说喝进吃进喝进来的东西水往这儿走了，然后其他的往下边走了啊，这是他的理解啊，但是这个也是错的。那么更错的就是这个了，小肠肠系膜，他把它叫气腹，说气儿在这儿呢啊，他说为啥是气儿在这儿呢，说小肠外有气腹包裹之，那么气腹是啥呢，机关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还不是胆油，就是在肠道前边那个啊，因为你比如说一有穿破的时候，他马上他会把它给盖上啊，那么这是这个肠系膜，下轮包小肠，气腹内小肠外，乃注意啊，王清瑞说的这个元气在哪儿呢，说在这里边呢，所谓的大部元气就是用黄芪，它也是指的这个啊，说元气化石，人身生命之源全在于此，它指的这个啊，机关油里边藏的是元气，生命的根源啊，都来源于这儿，这是王清瑞的。那么他为什么认为是这个呢，因为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动脉很多，死了以后他这个也是空的，他觉得这个气腹直接就通到这儿来了。那么他说这个为啥说这是气腹呢，他说你看一吸气肚子鼓起来了，他想象的是这个鼓起来了，说一呼下去了，他也想象的是这个下去了啊，这是王清瑞的想象力啊导致的错误。好，我们再看下边啊，这个不用讲了，他只是讲这个胃大概的那个位置啊。好，下边呢他讲的这个脾，大家看啊，他讲的说脾中有一管，体向玲珑啊，溢于出水，其实他讲的这个脾是啥呢，是胰腺，中间呢有一个管，最后是通过那个所谓的筋门和那个肝胆那个筋管排到小肠，他那讲的是排到胃啊，实际上这个讲的他这是个画的是个胰腺啊，是个胰腺，然后他又把它展开啊，说这里边是啥，里边又有啊这个各种管道啊，是里边这个是分水的啊，喝进去的水，那个精液喝进去以后，从这个那个水管进到这里边，然后通过这儿呢一渗漏，一部分就到膀胱去了。所以说啊，进入膀胱为尿，他说这样进去的尿就没有屎味了，对不对？他就不臭了啊。实际上呢，这又是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啊。好，再往后，这块呢应该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这块没问题，另外这儿呢也改了，他说这个肾，他这讲的这个肾动脉啊通向胃总管，一会儿我们看胃总管是在哪儿呢，一会儿再说，实际上就是通向辅助动脉啊。好，我们再往后再看这个膀胱啊，刚才这个膀胱的这个图，那么这个膀胱图他这画的是有问题的啊，一个是经道，当然这肯定是看的是男的啊，膀胱，然后呢这是经孔和膀胱的排尿孔，最后形成一个尿道口啊，他这是在讲这个，但是他这儿并没有讲到
这个经到最后通哪儿？通睾丸，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不清楚，因为睾丸在体外，这个经道呢又在里边，然后上去这个下去又拐了个弯，然后是这么出来，所以说他这一块的解剖他没有搞清楚。然后说，这个经道呢在妇女为子宫啊，这是也是他的一个解读，也还是不对的啊，因为他不懂胚胎学，所以说这他也讲不对。那么这个讲的是舌头后边是会咽啊，好，往后，好，再看这个。这个呢是它对整个的这个腹主动这个主动脉和这个腔静脉的一个描述啊。你看它讲的这个是啥呢？它叫雌系胃总管，即气管，俗名腰管。它把主动脉啊就当成了胃总管啊，是指的胃气啊。因为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出来的说左右两管通两胳膊，这是啥？锁骨下动脉，啊，他讲的是这个，而且前面呢，它是通过心脏以后，然后上去啊，这个颈内动脉、颈外动脉，然后他把它呢又也当成气管，他是这么来讲这个的啊。然后这个是啥呢？这是个静脉。啊，就是腔静脉，啊，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呢，就是各个肋间的动脉啊。你看，雌是一短管通脊骨，其实从脊骨出去以后，通到哪儿了？通到肋间了啊，它也不清楚了啊。好，我们再往下挪一下，再往后挪一点，这个图再挪一点。哦，好，现在哎好。再往下，再那个往回一点，再往后回一点，好，行了，我们再看这个动脉里边呢，它所说的胃总管里边，说这儿分出来一个，通哪儿呢？上一管，人家是解释这俩呢啊，说上一管，下一管，啊，说上一管呢通气府。这个气府是哪儿？这就是长细膜上动脉，然后通到那个机关由，他讲的啊，就是长细膜，这个整个长细膜上。那么这个是通到哪儿？是通经道。这个实际上他又讲错了啊，这个不是通啊经道的啊。然后说这儿这俩是左右两个是通肾的，好，这是往肾上走的。刚才看那个肾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通胃总管吗？好，那下边呢是左右两个通两腿，这就是髂内动脉，啊，所以说它这虽然画的不那么漂亮，但是基本上人家把这个大体上啊，还是画出来了，但是解读错了啊，再往后，啊，基本上他画的图就这样，后边讲的这个啊，会厌左七门、右七门、胃总管、容总管、气府、血府。这就是对前面的一个图的一个解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通过这些图，我们就知道王清错在哪儿。他认为肺不管呼吸，他认为主这个动脉是气管，啊，他认为啊这个肝胃之间的那个韧带叫总提，啊，他把那个胰腺。和胆道开口的地方叫津门，啊，认为津液呢是那么走的，啊，然后从这儿呢是直接渗到膀胱的，所以说这里边这是比较明显的错误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更严重的错误，就是把这个肠系膜当气府，当元气所在之处，啊，这是他错的地方。嗯，好，这样的话，我们再读王清日后边的，他的这个方解以及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比较容易读懂了啊。这块内容还是挺多的啊，人家40多年，咱们1小时啊就把这个说完了。下一次呢，我们再学习他的脑髓说和气血和脉说啊，把这些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因为这里边呢。讲到了一些淤血怎么辨证，它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啊，好，
看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首先我们感谢贾老师为我们讲这个医病改错的这个理论的部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医生提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是昨天讲座的内容，他想问这个小茴香汤能否用于这个前列腺肥大。小茴香酒是吧？对，我觉得可以用啊，只要从中医来讲呢，你确实属于下焦寒症的病人是可以用的，啊，因为现在治疗前列腺疾病啊，也经常用这些药，包括这个睾丸的疾病啊，像茴香聚合丸啊，啊什么这些也都在用啊，只要下焦的这些病，茴香啊还是一个很好的药，嗯。还有就紧接着问的嘛，说您在这个治疗这个前列腺疾病这个有什么个人的经验？啊，其实以前咱们内部交流过啊，这个前列腺的疾病呢，因为我以前呢也是用了这个好多辨证论治的这些东西，有的效果不错，有的不行啊。当然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啊。后来呢，我学了这个陈世铎的辨证录以后，我就发现呢，它里边啊有这个比较好的方子。那个我记得在那个中医体物那本书里边我讲过啊，而且他用的药的特点是啥呢，就是一个是刘季奴，一个王不留，大家可能在跟我出诊的时候也看到，我遇到这一类病人的时候我经常是要用刘季奴和王不留的啊，那么这两个药疗效还是比较可靠的，嗯，总体上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减，嗯。